从空拍画面来看，雪甲将军星旁的农地大多是用来耕作，小部分的土颜色看起来深浅不一。民进党中执委郭在清名下的公司被当地民众长期指控违法埋田67万多公吨的芦渣。最近都犯法，连这50万元的功德还没得。违法填埋电锅炉事业废弃物芦渣一案，侦查终结，检察官认为被告等8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申报不实。刑法第320条第二项窃占罪，以及公司法第9条、商业会计法以及税捐稽征法，帮助逃漏税捐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。检方花了3年的时间调查，认定郭在清名下的公司收受芦渣后，没有确实破碎就埋田，节省了废弃物清理费18亿多，还从各钢铁厂收取清理费3.6亿多，加起来不法获利就超过了21.6亿。检方现在向法院申请扣押郭在清名下的动产、不动产和金融账户获准，但实际查扣了多少金额和土地，相关单位还在调查中。郭在清涉嫌违法埋田废芦渣的公司，之前的旧厂房就是这一次88枪击案被开枪的地点之一。这一次检方在这个时机点起诉，让郭在清的争议再添一笔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何振凤台南报道。